贾晓晨出席新戏《失踪》首映礼，佢就坦言生咗个女女之后，工作量就明显减少咗，因为佢就话而家好多戏都系用新人，佢自己就已经系旧人啦。而而家揾佢拍电影嘅角色再唔系演性感同埋妹妹角色，反而系一啲又酷又有经历嘅女人，佢就觉得而家嘅戏路咧就比以前更阔啦。而佢个女女今个月18日就系2岁生日 ，Gigi 就表示会带女女到水族馆睇海洋生物庆祝，因为个女女又好中意动物，又中意唱歌跳舞。问到会唔会再追多个，佢就话：我生咗一个都已经少咗咁多嘢做啦，再生我就失业啦。真系唔打算生。系啊，所以暂时唔谂住，顺其自然啦。如果有咗就生啦，但我都想做嘢先咯。我都中意拍戏，咁啊，希望捉住多啲机会咁样，系啊。你有冇留意最近阿叻啊、廖文安嗰啲新聞啊？其實我呢排都喺北京湊女，幫佢揀學校嗰啲，所以都冇點樣留意香港啲嘢。咁你同阿叻哥仲有聯絡冇啊？即你刪咗佢嘛？唔係啊，因為叻哥係我嘅老細嚟㗎，所以我冇佢個直接聯絡方法㗎。咁你有冇睇到佢最近嗰啲言論咧？即係都俾好多人即係批評啊？因為我不清楚什麼事，所以我不隨便回答。